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因为台中下雨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有去其他地方，所以今天会以 vlog 的形式。那我们首先就来南屯这边的户政余味，我们这边是应该是我们整个台中吧最喜欢吃的小笼包，对吗，小嘎？超好吃的，对吗？好啦，这不复议会没？这不肯定不好吃哎、欸。对，我虽然之前冷冻包我不爱啦，们什么？虽然我之前那个冷冻包我不爱啦。哦，那个是水饺，是不是？是。好吧，那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吃现场的，它现场刚出炉，超好吃，对吗，小哥？是呀、啊。好啦，那我们下车去吃，等下吃完再说吧，这样咕噜。Said your name had